欢迎大家翻嚟我哋嘅频道。Cut。好啦，唔讲咁多废话啦，即刻开始。首先，底部其实可以剃光，把梳打直贴住头皮，拉啲头发出嚟睇。狠心啲就得噶啦！我唔系专业发型师，但系资历就有两年，款式只限一个。自从疫情开始，全家嘅发型都系我一手包办，而家仲要停埋业添，发型屋全部都唔开，更加唔使讲啦。今日就系我老公生日啦，今晚就送佢一个生日礼物，就系、是、剪头发。是不是很感动呢？你想多谢我？不用客气，我应该的。记住狠心一点下手啊，千万不要好像我这样又要回转头检查。整个过程我剪了20分钟。如果你们的老公都有没得剪头发的烦恼，欢迎你们看看我这条片啊，一个发型都可以走天涯的，希望帮到你们手啦。其实看下去都挺专业啊。Hello， 生日快乐啊，老公，希望你喜欢这份生日礼物啦。多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。Cut。